我觉得蜜姐当这个团长，她非常有统筹全局的那种气势在。麦麦女士，现在要开会，唐哥开会。既不一本正经，然后也倾听大家的意见，也很幽默，也很机智。我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，他就会快速地拿出一个决定来。你那个可能他不采纳，或者他觉得不太合适的时候，他就给你截止了，用一个玩笑的方式，还不让你尴尬的方式就处理掉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但没必要，这是有点喜剧人效果了，咱就是说，必须给秘密姐姐打10分，又 free， 但是又有节奏，又有规划，就会让你很舒服。